最近几冬，学生囡仔常常咧使用电子产品，减少真侪亲子沟通以及体验大自然的机会。因此，三里镇安定国小第二日前举办了亲子控窑的活动，邀请到家长甲小朋友做伙来体验这控窑的趣味，好大人小朋友拢度过一个无同款的假日。好，丢进去一点哦。要往里面丢嘛。小朋友把包好的咸鸡放入去咸油里面，准备等下要来吃胖公公的咸鸡。三里镇安定国小即天来举办控油活动，让小朋友来体验安怎来控油，因是拢感觉相当的趣味。就是让小朋友尽情的玩耍，然后大人在这边忙啊，因为这边可以玩泥巴、稻草，然后呢，还然后呢做好还可以吃好吃的东西，因为可以玩耍吃。吃好吃的东西，还能帮你吐。我第一次参加，感觉很新奇又有趣。如果以后学校还有办这种活动的话，我一定会去参加。这天的活动是安定国小家长会，为着不爱让小朋友在放假的时阵一直伸手机啊、手机办的。校方是相当感谢家长会的付出，也希望透过活动增加土地和小朋友的连结。最主要呢，目的让小朋友在寒假的时候不要太多的时间花在3C用品上面，所以我们特地准备这个活动呢，让小朋友那个体会一下农村休闲生活的体验。那透过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希望说孩子跟我们的家长跟土地呢，能够更加的接近。那也在这个寒假期间呢，有一个正当的一个休闲的活动，促进了亲子关系。家长对这个活动也表示肯定，让因和小朋友一同来创造更加多亲子回忆。今仔这个活动哦，办了真正做意义的哦，已经几十年唔捌有这种控油的活动哦。啊，今仔有这个意义，最主要是咱来，因为阮教阮孙啊出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这若无流传落去，后一代孙啊真正完全袂晓。举办这个就是最主要是亲子同乐啦。有些时候因为家长工作忙也少于疏忽跟小孩子之间的交流，也利用这一次机会让小孩子能够跟家长有这么良好的互动交流。透过活动，相信不但让小朋友一个新的体验，也让家长和小朋友增加美好的回忆。记者谢宜兴采访报道。